一个比较完整的进度，就是要做这样的分析。我要理解业主的思考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名正言顺的去谈录音。你讲讲的，你袂使把它放出来。就按了你，伊只要讲话，遐物件就是恁电台做文章，他们在出手的。迄个，伊讲出来，你无满意，当然这就是你无满意当处理。讲出来你满意，吼，你就是你是要求安尼落实，而且怎样？啊，你第一讲上到市长，下到主办的，你当民政一直不是，以前咱去甲讲的话，你这边啊，真系你辛苦啊。恁安怎的，反正就安尼，恁答应都治疗一样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因为他既然是一个进步，你来讲我嘛是做好事，我嘛是想要甲阮的理念，快点落实到这内底。那我觉得现在就来比谁够细致的。啊，这以前的营养内底，跟我讲，发现讲，哎、欸，本来进度的足侪人啊，但是可能内底因为拢决定啊，算是。我当然嘛是有可能，但是我认为啦吼，我认为如果人讲，哎，等我互相来比较咯，阮以前阮遐都有一寡进度是无好的，比如讲。我想看卖，最近讲每家的事业什么进度？阮遐的迄个进度，拢一般就是差不多一个表，都处理落去嘛。就是比如发那个开表，你要一个月，还是三礼拜，啊，就是一个表，真正是一个表，就是讲它是一个标案，这个标案连设计到规划到建设。的那一种西部设计都是那个建筑师，那他会有，他里面当然第一个都是建筑师所什么什么团体、学校单位，这个都可以，就是照我们一般的古迹那一种，还有第一标第一种先阶段就是测绘，第二测绘跟调查，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这个进行西部规划跟有建。啊，第三个部分就是经营，这是过去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三级跳。啊，我其实对这一种做法也有不予苟同的做法。啊，他现在他愿意开放大家来进步。我老实讲，我觉得这个算是好事情。就是讲你伊今仔日伊也是做迄种迄个。因为净土就是讲，啊，搁是迄个真正图案的之前的那一个动作，就是可能你他觉得是要收集大家的那种想法而已，就用几百万来玩看看，然后透过这个玩法再去修成一个好的标案，好的标案再去要到钱之后就落实下去，这有一点要帮你顾好。是有点限制，有点限制。哎，不好，等于讲，伊后摆写一个标案，你讲，伊也人也问讲，你这标案怎写？有点可预测的，反正就是这样。但是它会有一个危机的，去承办的啊，伊就关掉了。伊人做手，伊人你就进步，做家子事，我买单来趁左边，趁右边，我被爱情一辈。所以你想未了，伊决定权嘛是。因的决定咯，因为即马是前三名，敢若拢有足侪奖金。啊，了安怎执行？下面的进度，第一名到第三名敢有啥物关系？比如讲，市长讲遮这部分无啥介意，啊，我就无爱照伊的路来行。所以，这个时阵吼，就大家人，大家人，大家人来应对。即马就是本地讲就好讲真诶。我的政府一种代志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大家除了比心了以外，某一种物件比业主是更加好。这当我唔知评审公布无，应该一般话唔敢公布。评审公布啊？公布啊，吓，对吧？啊，你为评审来，咱就愈惨，你得当去知影哦，加一对一，加一对一。啊，为这个内底，你来嘛去出手一个较趣味的合作。
有时啊，真无，我要讲教。啊，咱毋是啊，咱正拢是啊，拢是体制官，袂晓笑。啊，因的标啊，因的计数字。我感觉咱也有学习。啊，对，啊，我是认真个啦，你咪当真正讲当一个来处理啊，会当稳讲。讲啊，反正到尾下多一点钱。后来我第一首昆曲是什么？是像那个古都，古都这样子，好、哦、叫张玉红来练一部分。哦，啊，搁咱那个高应大还是高雄大学，一定嘛有人啊，蒋耀贤来，蒋耀贤你看要回这对一区，哦，而且迄是画图的人嘛有咧啊，对嘛啊，迄、那个啥物？一种，迄个南艺迄个啥？吕礼煌。啊？吕礼煌，吕礼煌老师呀，啊是曾旭正。啊，曾旭正好，曾旭正遐应该嘛一挂人会懂的，也招人。哦，即个我感觉即边当搁较大。哎，台北一定有一挂笑，我爱讲啦，即有另外一种雷同案例。嗯。国光师范。对。也是从咱个规划，我嘛从来无了，吼，即嘛规划，阿姐我较无在，即嘛荒野，你搁问他，荒野保护协会出来吼，啥物袂使买土地，你当时海洋卡旧房子是买土地，即嘛伊讲讲个，但是即个荒野真正有聊落来，我有水啦，不是荒野啦，讲唔对，不是，还是小镇，环资，环境资讯协会，环境资讯协会是。伊派孙秀如，哦，啊，陈瑞斌有领导，你看人因嘛是安尼，听落去，来喊张华恩嘛，我们看你们这些海岸这么多要保留没错，我们有没有可能用？他们就提供了那一套国外的思考，就是信托，啊，你那台湾比较不完备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来触动？是，那我们就来玩买，那买要让它象征的，可是如果万一真的要卖，你怎么办？所以还是真的要准备有一些真，这个要完备，否则话都大家开始会讲，我讲到今嘛，迄件代志也是搁在商的，太轰动。系啊，啊所以啊，迄你讲，迄内底牵涉偌济人，嘛爱有律师界加入，嘛爱有迄种，迄个了解者去了。申请来土地迄个地籍图，加盖那个好像该测测调调的，还是讲啊，那还有五 D， 可是你现在一切都掌握在你，因为你了解越清楚，那个细哦，可以细到政治运作，就是赶快去跟这些里长游说，也可以跟立委、市议员纠结在一起。一区一区的慢慢处理，你看你们这一区哦，要是我下一区，你高雄区微观议员都要往你们家搞几下，因为伊内底啊里长，搞不好看起来就不要哭了。所以那个这一区来看是做不完的，搞不好以后还要去邀其他案子来这一区做什么事情，因为你会了解很多，我是觉得这是基本功啊，我到现在。没有这样的能耐，我只能顾我们玉山旅社附近。哎，今天我是最近啦，我以前嘛，我都是最近都较靠咧出去标这种案。以前我还冇顾，半年筹备啦。玉县的文化资产整合计划文件会，要结案过程办，然后就以玉山旅社为主体，画一个文改的界面，就是大的，然后画一个边界。嗯。就是那个边界，它边界里面我就细到每一条巷道，它会怎么样？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讨论那些，所以我在新澳地啊，哎，所以我们是很小的。如果来看，搞不好是、那申请的时候，那个图已经是我是这样，我现在图只那个几乎只花了3000块，其他的部分都是像我们那区内有一个北门车站。那北门车站以前那个是古迹，有人在竞标，所以某几个建筑师他们其实有去申请那个那一区的那个图，就是说话在查验的，就是都市计划探测图的，
车，类似这一种啊，他传给我，啊，他给我，我的电脑打不开了，要别人的才可以。OK， 类似你讲啊，所以了，我后来才知影讲，迄一张3000块，所以提供我6张。就6000块啊！我这应该有人有啊！啊，我你哭的话，干那我你哭的爱死命。这样多大？就是那个地是几公顷？他这里是15点多公顷。应该多钱的拍下来？我唔知啊，这边好省。哎，搞不好好做哦。当然，如果照这个权限是差不多。我看赶快倒特大。哇哦！但是那干一个哇，好像有一些有二块哦。